五花肉、小炒、荷包蛋。有人说它是东北菜，有人说它是四川菜，具体哪儿的菜还得您来猜。好了，不管哪儿的菜，反正好吃下饭。如果您正在减肥，建议就别看了。首先炸荷包蛋，荷包蛋要炸的稍微老一些，这样方便后期切块处理掉。热锅凉油，姜蒜爆香，下五花肉，小火炒至肉酥出油，把肉扒拉到一边，用炒出的大油煸香豆豉，豆豉要提前用刀切碎，这样更加便于香味的释放，下花椒炒香，大火烹料酒，放切好的杭椒段、酱油、盐、糖调味，关火前加荷包蛋，稍加翻炒即可。一道菜满足多人胃口，一个香字了得呀！